同样是在马来西亚，来看到吉打分会也举办了岁末发放围炉，邀请照顾户共同迎接新年，也鼓励他们受助然后助人。吉打慈济志工举办岁末发放围炉活动，一进门就能够感受到志工的用心。除了表演节目，也提供健检和理发活动，让他们有个新发型和健康的身体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启发大家的爱心，慈济人不忘呼吁台下的照顾户和家属也一起来做环保救地球。家里环保就很开心哦。啊，只知道说哦，去帮他们收集，然后再来慈济得到资源回收，帮洗肾中心帮助很多人，帮助有困难的人，所需要慈济去帮助的人。岁末发放少不了最具意义的温馨围炉，美味的素食一道道上桌，一家人团聚吃团圆饭，并且送上冬令物资，衷心的祝福，希望大家过一个丰足的佳节。今年也有不少照顾户带着竹筒回娘家，捐出来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冬晚那时一时好像遇到困难，没有人来帮忙，我就突然哦，慈济人来哦，好像救星这样了。是很开心，这要边找钱，好像我们这样残废的也是可以帮助人家咯。一时的贫病不是一世的苦难，慈济人用爱来陪伴照顾户，他们也要用爱来回报社会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马来西亚吉打报道。